中国男篮脸都不要了。就在刚刚，中国男篮在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上，半场领先18分的情况下，最后一分之差输给了菲律宾二队。这场球看的真的是，上半场我以为稳了啊，第三节其实一度还剩一两分钟的时候还领先十几分，结果第四节风云突变，跟那个上一次输给菲律宾有类似的地方，都是在第三节末段和第四节初段，让对方的箭头人物连续几个三分球，直接就把这个局势决定了。上一次是一下子把比分拉开，这次是一下子把分差抹平。所以说，昨天我说中国战胜韩国，并不意味着中国男篮又行了。很多人还说，赢了就要鼓励啊，不要阴阳怪气。今天就现了原形，我觉得这样挺好啊。之前我们就说过，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这儿，如果拿不了，那就该怎么办怎么办吧。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从姚明的篮协到整个中国这个篮球的内部，都需要大面积的改革。至于具体怎么改革，改谁的革，咱们回头再聊吧。这个球看的可是真够生气啊！